然后它后面的程式在做什么？其实基本上哈，下面这一段有没有再来把它清空嘛？这个 empty 再来的话呢哈，下面这一行是 current reach 哦，点什么呢 reach your data， 因为上面不是已经一直到，那就知道说总共哈泛那一区里面呢哈总共有就是有几个区哈，就是总共有几个区。好，最后的话呢，我们不是移除重复，类似有点像移除重复之后，总共有几区，然后放在 CNT 的 Regio， 总共有几区，那总共有几区，它就跑几次，它跑几区，跑什么呢？再来里面还有个内回圈，内回圈的就是说呢，每一区总共有几家饭店，好，几家饭店，那这个数字我们还没产生，其实各位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利用什么方式？我们切到 Excel。这里的话请各位再插入一栏算出什么万华区有几间啊，那如果说你要算的话，当然 Excel 里面也有公式嘛，对应的公式是什么呢？前面有没有讲过吗？用一个什么呢？用一个全部里面用 count 加一个什么 if， 有没有康 if 按确定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如果要算出什么呢？万华区在这个范围有几家的话，第一个你的 range 指的是你要去找的那个范围，就是说你这个范围大范围就对了哈，总共170几家，这里面的话呢，那条件是什么呢？条件如果是万华区，那万华区的条件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在12的储存格。如果这个范围里面有12的话，帮我算出来31家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个数字嘛， 31， 应该了解那个逻辑吧？上面是要找的，下面是找什么？好，要找的范围。那这边因为等一下我要向下填满，所以把这个范围给锁起来，按 F4， 按确定。